长话短一点，说话要细一点。中间写成两个叉叉的形状，撇和点不要太大太宽，横折横要细，提按向左下方斜的，向中间斜行笔啊，上面不要太宽。这稍微长一点，横钩要细，向右上方斜。过来这个竖画之后，提按勾过来，下面的子对也是向上靠的紧一点。提按不要太长，弯钩注意微微的向右向下勾上去，横画尽量向上靠，注意向左伸出去要长，过来这个弯钩的时候这部分要短一点，这部分要长，左边探出去长，这弯钩微微的向右，所以向右稍微弧，这个起笔跟这个钩的地方要对应，稍微粗重一点，这个要宽一点，下面这部分要窄，不要超过这个这部分